兄弟们好呀，今天是我入驻抖音的第一天，来给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耀泽，多赛季单排战神，并且是拿过多赛季的山东省淘汰榜一的，而且以前也是做代打的嘛，兄弟们也是打了过几十个战神单吧，账号也是要上战神的，可以看到我们是王牌三颗星，主要的风格呢也是给大家更新单排解说视频。我们来看一下上榜数据，目前是王牌三颗星，上榜数据是5781分，整整相差了1200分啊，兄弟们。本期的素材来源于王牌三星独行四星的素材啊，此时我们场上脸上就剩最后一个人了，我是听到他的脚步了，就在正前方趴着呢，一颗雷也是成功的把他带走了，配合自己的闪喷成功带走，好吧，18杀17，看兄弟们我们加了多少分，34分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渡劫过去啊，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差9分渡劫王牌4颗星，恩服了呀，怎么加分这么少啊，也是差9分渡劫王牌4颗星，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，对吧，一进出脑子挺质量的，竟然撞成了一个单子 ID 猪，看到他穿了106，我出去也是搜了搜他，不搜不知道，一搜吓一跳啊，兄弟们马上三战神了呀，我丢，这也太有实力了吧，我丢，2个金光闪闪的战神，而且单排双排都是5000淘汰分以上，可见这位兄弟有多猛啊，我丢，竟然撞到这个大手子，我们该打也是打呀，毕竟差9分渡劫呀，看来守这个航线，我丢，距离这个新村原理还是比较远的，我们首先选择这个地方拿车，这是我打单排常用的拿车点，开伞的时候就给我刷了一个摩托呀，这么多刷车点，这把运气也是非常差，不过没关系，毕竟有车，兄弟们看了看脸上这个人竟然是同道中人，不跟他贴，我们直接扎粘兽房，粘兽房也是搜完了，没有贴人，我们就去主楼，来到主楼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人，不过这个飞机是被开走的，在主楼观察了一会儿，下面有枪声，我也果断拔了一颗雷，当我拉到下面这个位置的时候听到他的脚步声了，我也是果断选择拉了过去，刚跳了过来就听到脸上有脚步，直接切喷子成功带走啊，我丢，这老六刚想封烟，我丢，脸上竟然开枪了，吓得我赶紧往房子跑啊，通过这个枪声可以判断他就在2楼阳台，选择也是迅速拔一颗雷啊，拔雷的同时听到他往门口封了一颗火，这颗雷是炸不到的，我们取消拔雷，火也是没有了，我们直接捏着顺爆过去看能不能把他炸死，听脚步越来越近了，赶紧往后退，看到他了，拉出来了，他往后跳了，我们直接通过翻窗打他个侧身带走他的同时，我丢，吓我一跳哟，正前方粘兽房竟然露了一个头，差一点就被溜了，在这里观察了1分钟吧，这个粘兽房的人他以为我走了，而我却没有，兄弟再当老六直接把他溜死好吧，他的包是真的肥啊，又有冰茶又有卷轴，这把不起飞了吗，兄弟们，拉到主楼的时候我听见正前方有脚步，也是选择从营里房直接跳到对面2楼的，不过失误了没有跳到，听脚步他在2楼，我也是果断架一下他，然后拔了一颗雷，注意听脚步，他一直来回的绕，这个脚步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没有把握把他炸死，也是取消了，拉到3楼看一下情况，哎，听脚步他翻出来了，可能要跳，我们提前架好，我丢，这个一层喷子给我码的，我丢，G3赶紧封个火，打个冰茶压压惊，打完冰茶我们直接捏损爆，听脚步在楼顶，也是来回的和他博弈啊，丢了3颗雷都没有把他炸掉，脚步很缓慢，肯定再拔雷，哦哟，还好翻出去躲了这波雷，他也是很自信啊，自己有G3直接跟我贴脸呀、啊，我是来回的闪喷，吃了一个满喷加小喷都不带死的，哎呀，我手上的喷子跟假的一样，兄弟们，我裂开呀、啊，只能去野区打野了，选好刷的点，没想到脸上有个吉普，这看样子这个人很呆的样子，我们直接贴他脸上好吧，如果脸上都没有听到脚步，你不戴耳机吗？也是成功把他带走啊。我丢，好肥好肥好肥，兄弟们，这不用搜了呀，我丢，舔完包我们直接选择跑路好吧，也是把脸上的蹦蹦给控了一下，兄弟们，像我们搜这种野区的时候一定要多转几圈，看附近有没有车，没有车其次就是看看门有没有开，这个门也是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安心的搜，这个野区也是搜完了，搜完这个野区我们来到医院搜一搜，在这边也是转了好几圈，没有车也没有被搜的情况下，我们直接下车搜好吧，搜完野区也基本成型了，不过这个淘汰王是沉迷于爱，怎么不是单字 ID 呀、啊？这一局我都没有看到单字 ID， 难道那个单字 ID 桌他死了吗？装备已经成型，那我们就要来追空投了，看了看附近有一个红轿子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区排一下，要不然很容易被溜的，转了一圈转到脸上的时候听到他的脚步了，就在小隔间，看着挺呆的，我们直接下车打，哦，单字 ID 刷屏了，竟然是狗杂，刚翻进来就听到脚步了，打了3枪非常惨，我们直接提前枪压制，也是成功把他带走啊，有自救，我们直接换一手子弹把他补掉，听他的声音好像一个妹子啊，在单排最近查的也是比较严呀，我是直接把他补了，害怕直接封号呀，兄弟们，这个点也是快决赛圈了，也是选择炸一手防区的点，不过脸上来了个吉普，看那样子挺呆的，我们直接下车打就行了，我这个投了一根枪啊，兄弟们马的，还好最后一发子弹给他带走了，马加枪法讲的就是马好吧，来这边防区站点，没想到脸上有人封烟，听枪声两个人在打架，看能不能劝一波，
我的秀啊，兄弟们，一狙给他狙死了！我的，这个人是打素材的，是主播吗？我的，在单排玩狙贴脸狙。此时我已经听到枪声了，狗砸加大狙，所以我很自信，拿幽猫屁跟他贴脸。注意我的细节，兄弟们，下车的一瞬间，直接往一楼封一盒烟，这样通过烟的声音掩盖一下咱们的拔雷声。在烟雾弹的作用下，他是听不到我们的拔雷声的。我们直接捏着顺爆上，这颗雷很可惜没有把它炸掉，不过肯定很残，我们再拔一颗。听脚步，他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拐角处打药，我们直接丢顺爆好吧，没想到他直接翻出来了，这么自信吗？还好我们提前加好疫苗点，成功带走。带走他同时，我包还没来得及舔呢，我的后面摸过来一个老六啊，吓我一跳，直接打一个满血的祝福卷轴跟他干好吧。有祝福卷轴的加持下，我也是选择非常的自信啊，直接一个空中顺爆。很可惜这颗雷没有炸掉，不过肯定挣了他半管血。再给你一颗雷，这颗雷没有炸到，好可惜啊，他肯定在后面躲着，很残，直接出去打。两枪就死了，兄弟们果然很残，多带点投掷物，兄弟们准备打决赛圈了，是非常的稳健啊，毕竟这把渡劫王牌四个星。沿着圈面走，正前方有个蹦蹦停了，我们直接一车换位。这个人很呆呀，我们打了三次枪都不回来反击，我们直接火力压制好吧。带走他的同时一定要细节，往他包那里封一颗烟，然后我们开蹦蹦转一圈，把我们后面点都排完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舔包了，一定要细节到位。决赛圈了，身上的东西都没有用了，直接多带点烟，少带点子弹好吧，兄弟们。还有40秒就要刷圈了，我们果断往圈边封一颗烟，然后开车直接扎烟里，细节到位。看到我们左手方竟然有一个装甲车，而且是封烟了，肯定有人，我们果断给他塞一颗雷。这个人也是很聪明啊，看到我们拔雷了也是直接坐车上了，那个装甲车是炸不坏的。又看到我们的右手方开来了一个红色蹦蹦，看能不能劝一手，他好像要顶防区。这波枪马的，兄弟们只打了三枪，我裂开呀，这么牛逼，这个 P90直接把脸上人瞬秒了。这一波意识不到位了，兄弟们烟都散了，我还往正前方铺烟呢，结果左手右手的人直接过来打呀，两波枪现在单排里真的很难受啊，直接被后面的单子 ID P90架死了。我丢，直接穿烟吗，哥们儿这么准，三战神果然是三战神，这个枪法在下佩服，其实拿了个前五名啊，淘汰了9个加20分，成功渡劫王牌四颗星，兄弟们拜拜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